家晚安。今天呢，又到我们美丽的星期五啊，就是我们易经的高级班。我们今天呢，已经要进入到第16个卦了，所以已经进行到1/4，所以时间非常的无情。所以你看看，明后天呢，又是一个端午节，端午节过后呢，中秋节，中秋节过后呢，又要一个过年，一年就这样子又过去了，所以呢，小时候啊，都喜欢说哇，快快长大，只要我长大，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啊，好像时间都没有好好怎样把它把握好，也没办法把它怎样抓住。所以呢，真的，一世不悔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把握当下，即是永恒。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机缘呢，都是沾着我们的天恩师德，还有我们祖师的红慈，以及我们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还有前人以及各位点团师的提拔，让我们呢再来研究易经的心法，还有道统的心法。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豫卦。豫卦呢，顾名思义就是怎样？雷对豫。这个豫卦的含义呢，大概有这一些。第一个就是什么？振奋，振奋人心呐、为什么？因为你看看，它是什么呀？上面是雷嘛，雷呢就是好像打鼓一样、击鼓一样。所以你看，它一动之后呢，下面的一个坤卦代表很多的人民，代表三个阴的，三个阴阳代表很多很多。所以百姓呢，听到这只鼓声啊，就有那种震撼的那个什么那种感觉。所以以前在打仗的时候啊，有没有他们的一种法则就是这样？哇，鼓一打呢，哇，就开始这样站起来了。如果看不行的话，那个大将会什么敲锣，锣一敲呢，赶快退兵退兵退兵。听到鼓声就是前进，听到锣声就是赶快退兵。所以这个好像在怎样振奋人心呐、所以有它的一个含义所在。再来就是它包括的音乐，所以音乐呢都是跟这个豫卦有息息相关，包括我们会弹的什么电子琴呐、钢琴呐、古筝呐、吉他啦、二胡啦、大胡啦、什么胡啦，所以只要是乐器的音乐的，都跟豫卦有关系。所以这个等一下会一一的跟大家来呢做报告。还是说哇，你这个人呢能言善道，还是说同样一首歌，人家后面会唱起来的跟我们唱起来的味道有没有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如果都一样的话，我们就当歌星了嘛，是不是？或者在想什么同样的调同样的词，可是不同的人唱起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就好像我们练讲师也一样啊。各位如果不信的话，如果你把这个稿子拿给另外一个讲师也这样来分享的话，那个感说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前人呢会训练我们讲师啊，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在引导我们。所以怎样，每个人的深度不一样，每个人的付出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呈现出来的那个结果也不一样。而且呢，有一些是先天带来，他就很会怎样能言善道的。有一些呢，他需要靠着哇训练再磨练，这样子慢慢才可以提升的。像或许的单位呢，有一个讲师很厉害不是说他学问哪各方面的厉害，或许是觉得他的毅力非常的坚强。为什么呢？在十几年前呢，我们在训练讲师的时候他有点口技。讲话就是他一紧张了那个话都讲不顺结果他就这样子跟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一直训练一直训练，现在也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讲师而且呢他口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消失掉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不用怕，所以因为或者碰到很多人他讲话不顺，还是说各方面呢环境不太好，甚至呢有口技的一个困扰，所以他就不敢怎样当讲师，不敢来做挑战。其实这个先天不足，后天还没有如果再放弃的话，可能我们都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先天我们已经不足了，后天要好好把它补满把它补足，
这样子才可以真正达到的一个什么啊，易卦它的一个什么哲理所在啊。啊，它也有什么忧郁啊，那犹豫不决的那种感觉，哎，所谓的易卦跟哈、哦，这里有一个跟这个玉皇的玉是什么样通用的，古文是通用的，好、哦，所以它有一个犹豫不决啊，哎，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含义哈、哦。啊，玉带呢，也就是说什么贪的安平而什么安平的来达，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懈怠。哎，因为欲就是喜悦无穷啊，哎，啊，外面的快乐啦、啊，哎，高兴啊，都是欲卦。可是呢，人，哎呀，追求那种快乐、那种喜悦、那种快感，可是呢，到最后可能导致的一个懈怠，哎，还有它是上下合乐。什么叫上下合乐？因为它是一个阳的带领的五个阴的，哎，啊，所以呢，你看阳的在三边，哎，啊，阴的呢也在四方。所以它可以怎样一动下去呢？上面的喜悦，下面的高兴啊，啊，就好像说，哎，我们陈讲师以前不是在这里弹琴吗？他一弹下去啊，你看我们都会觉得那种妙音啊，哎，真的太棒了，所以得到的一种喜悦。所以他在弹也是很怎样，哎，啊，很欢喜的。而我们呢，把他的一个音乐把它表露出来，歌声把它唱出来，我们也得到一种什么喜悦无穷。所以代表什么？哎，上面的人弹奏的也是很喜悦，下面的人在聆听也是非常喜悦啊、哦。这样子就上下合了。哎，啊，以前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有一个呢，哎，他又聋又哑，哎，啊，不是没有哑，就是耳朵有点聋了、啊。结果他也跟人家去参加一个什么？哎，他。哎，就是说他眼睛也有怪怪的，所以看不到。哎，去参加一个什么音乐会，大部分的人去听音乐会的人呢，他是什么呀？哇，很也是吧，各方面都很齐全的人呐、啊。好啊，可是哈、哦，他就有某种的一个什么缺失。哎，第一个他眼睛看不到，什么在比什么，看不到音乐呢，他们在弹什么？好、哦，啊，耳朵又有点什么，又有点障碍。好、哦、啊，所以去的时候呢。哎，他喜欢怎样来欣赏音乐，结果他就请旁边的一个什么神士啊，哎，就请他说，因为我哎怎样有这样一个不方便，是不是能不能请你呢？等一下注意的什么，看他们如何演奏，听他们的音乐如何的什么表达啊、哦、啊，然后呢，你再跟我来怎样，跟我呢细细的、一一的跟我来讲一下好不好？哎，结果呢，本来这个旁边这个男士呢，本来就很有风度了，哦，啊，去参加可能是陪着女朋友啦，陪着太太去怎么样，去参加那个音乐会，哦、啊，所以也不是很自重。可是听到这个人呢，跟他讲这句话，他说好，哎，那就抱在我的身上。结果呢，啊，在演奏的当中啊，他很注意那个指挥的一举一动，很注意所有团员的那种默契。而且很怎样，很细心在聆听所有的什么啊，一音一节的一个什么演奏。哇，一场下来啊，他收获非常的良多。然后他把他看到了，把他所听到的，把他领悟到了，通通讲给这个什么参赞者。哇，一讲下去啊，那个参赞者说：哇，真的太好了，你的领悟啊太强了。哦，啊，所以旁边这个人啊，最后一句总结，他说。其实我要感谢你，感谢你什么？因为呢，你叫我怎样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叫我好好来聆听这一场的音乐会，所以我才可以全神贯注呢在这里，哎，心内完全都怎样啊？完全都在这一场的演奏里，所以我收获是最多的。因为等一下我要讲给你听嘛，如果我没有认真听的话，哎，我就没有办法有那种心得出来。哎，啊，那个人传上的说，其实，哎，我还是要跟着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这一场的一个音乐会呢阐释的非常惟妙惟妙了，好，啊，所以你看这个，他也感谢他，他也感谢他，所以你看达到一个上下合的，好，啊，真的是要达到这样子，往往我为别人服务，其实得到最多的是你自己哦，哎，我们来承担一堂课的一个什么了愿。哎，得到最多也是您自己哦，就是这样子哦，哈、哦、啊，所以这个就是上下合的哈、哦。还有警惕，为什么玉卦又变成一个警惕的现象呢？因为它代表一个欢喜快乐嘛，
啊，所以你看人在娱乐当中啊，可能会怎样忘了我是谁啊，所以就有警惕怎样不能超越那种啊，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它还代表了一个什么和乐，所以怎样这里和乐也代表音乐的合作啊，人跟人相处的一个什么和乐和洽融融啊，这个都是哈。还有禁欲，什么是禁欲？是什么呀？一个地名啊，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河南省，有一个地名叫做禁欲县啊，所以跟欲卦也有关系哈。然后是什么安贫乐道啊？所以你看欲卦有什么喜悦无穷、法喜充满、法音流转，所以这个乐道就在这里出现了。所以欲卦叫我什么？你要先乐道。你会尝怎样尝到道的一个什么味道的时候然后你行化出来是怎样乐此不疲、喜悦无穷，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安贫，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安贫所以呢原委的安贫乐道啊，它真正的就是尝到道的一个宝贵的所以它怎样一路走过来，虽然是很贫穷很贫困，可是它一点也不穷，因为它乐在其中而不可言呐。所以这个玉呢跟古文跟这个玉皇的玉呢有关系，所以有玉皇的一个作用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种和乐。为什么叫和乐呢？你看因为它上面是正卦，叫做春雷移动我们霍天八卦正卦是不是在东方？东方代表春天呐，所以有地出夫正这种这样显象出来，所以代表春天的雷，所以只要春天的移动之后呢，它的阳气受上升了所以你看它雷地狱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从地雷户它慢慢怎样应移生来的，所以地雷户之后呢怎么样户卦代表怎么样春雷移动了所以呢欣欣向荣了，所以它就慢慢晋升了，变成地水师了，地水是慢慢晋升的，变成地迁第三迁的，今天才变成雷地狱，所以它是怎样运于升上，慢慢慢慢这样升过来的而地中万物呢变都怎样阳气上升之后呢万物啊都怎样招疏，而所有东西都欣欣向荣了，所以呢整个地球村整个宇宙观啊何等的快乐逍遥自在所以万物呢都怎样展现它最美的一面所以这个就是和乐了以我人我们来讲呢医生怎样有讲过一句话，专家，所以我们人呢要平常保持了心情的喜悦无穷所以呢最好是怎样一天呢三大笑医生来不了了所以呢当然没有事就不能随便乱笑像郑校长说他是启智学校的校长嘛他说我们的学生都很可爱，天天都在笑，有事没事就是什么不是傻笑呢，就什么憨笑不然就是大笑不然就是开玩笑，而我是校长，我是笑得最大声的所以他当校长所以真的一天可以三大笑医生来不了所以你看看以前台大有一个什么教授据说后谁不认识他，就是听那个录音带来的，据说他的笑声非常的震耳所以一个人的笑声可以看出他一个人的修为他的火候到哪里他的那种笑声非常的豁达无挂无碍的逍遥自在的所以真的所以呢真的笑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喜悦的好，就是我们这一集呢怎样是三朝古渡，我们弥勒祖师呢掌天盘，所以呢我们身为一贯弟子的弥勒祖师的徒弟都要学习怎样弥勒古佛的这一段话，所以都要保持怎样满腔欢喜快快乐的逍遥自在的无挂无碍的这样子呢真正的才可以达到我们都是弥勒祖师的一个什么眷属的所以不要说没有只是什么开怀大笑，而我们修行到来呢我会怎么样愁眉苦脸，这样子就好像不是我们只是的一个化身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才都是祖师的一个化身，所以他怎样开怀大笑他满腔欢喜所以我们也要怎样真正的用这样的一个什么心态来应对，
所以呢，我们在行化天下的时候也是满腔欢喜，也是非常的喜悦。好，阿僧，你看看，不管我们到哪里存钱，到哪里度化，到哪里开花，我们抱着喜悦的心，这样子就是弥勒子是最好的徒儿了啊。所以他说满腔欢喜啊，笑开天下古今愁啊。所以只要一笑就可以怎样总解千愁，哎，解那个千愁啊。所以你看看笑呢真的太美了。所以一个女孩子哦，如果她很漂亮的话，她都不笑的话，哎，其实哎会觉得很奇怪的。哎，如果一个女孩子不是很漂亮，哎，怎样长得很安全，这样很安全那种人哦，她只要一笑啊，哇，真的很漂亮的、啊。哎，啊，所以笑是最美的。好、哦、啊，所以呢，哎，这样，啊，像后水的前人呢，他训练我们的时候啊，他说身为一个讲师啊，哦，在台上不是不能笑，也可以笑，可是呢，不能开怀大笑，不能笑得怎样？哎，笑得没有体面，这样不太好，啊、哦、啊，也可以哭，可是呢，要笑到好处就好，好、哦，不要说哇，讲到感动了，然后眼泪就一直掉，然后话就讲不出来了，就哽咽了，就没办法讲下去了，这也不对呀、啊，对不对？啊，有的人甚至哟，讲到好笑的，哎，台下还没有笑，他就笑得怎么样，哈哈大笑，哎，啊，这样子失礼呀、啊，这也不行啊，啊，不然你说怎么办？哎，重点啊，哎，不是啊，不是说不能讲笑话，当然可以讲啊、哦。真正会讲笑话的人，功力在哪里？他不会笑，其他人都笑倒了，这个就是功力。啊、哦，阿后学的前人说，讲师也可以笑，可是要怎样？三分的微笑就好，你不要七分，不要十分，哦，这样子，这个啊，这个太好了哈、哦。啊，所以呢，弥勒祖师叫我们真正的一笑可以解千愁啊。哦，大度容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啊！所以呢，我们怀要怎么样？哎，随喜的弥勒古佛的一个什么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他那种肚里能撑船的那个雅量、度量啊、哦！所以你看，他可以包天、包地、包万物啊！好、哦，所以你看，这样就可以了怎么样？了却人间的很多杂烦的事啊！你只要把它包容起来，天底下就没有事了。所以呢，世上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所以我们随喜弥勒古佛的一个包容心啊，是不是就一人而解了呢？啊，所以呢，哎，这个语言它有快乐，有娱乐，有极乐，啊，所以什么叫快乐？很快过去的乐就是快乐啦，哎，所以我们人哦，还没修道之前，你会发现，哎，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很快乐的，可是那种快乐是什么？眼睛看到的快乐，耳朵听到的美声。哎，嘴巴吃到的美食有没有？所以，哎，眼耳鼻舌身意所感触到的那种乐，可是你会发现，其实那个是很快过去的。哎，像我说，我吃到什么美食的时候，哇，太好了，今天吃的太痛快了。可是等一下五分钟、十分钟，可能就忘记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快乐。哎，啊，所以它透过我们的眼睛、耳朵，然后是感受到的。所以这个都怎么样没办法保存得很好啊，保存得很久啊。娱乐，哎，怎么样娱乐呢？就是很多人呢，哎，想要去找乐的，找娱乐的啊。所以呢，是当今的青少年很多啊，要去网咖找他的娱乐，要去也怎么样跳舞，吃的一些摇头丸，然后也去找他的一个什么娱乐啊。所以呢，娱乐它叫做什么？娱乐，娱乐就是五人之乐，误人的一种快乐啦。好、哦、啊，所以你看，以前不是一个新闻吗？啊、哦，一个青少年在网咖，然后呢继续做下去，就三天三夜，结果呢就猝死在当地了，当下了。哦，啊，所以你看，就是误人子弟了。好、哦、啊，所以这个呢，娱乐啊，我们要找这个正常的娱乐啊，这样子才好哈、哦。啊，然后极乐就是我们内心中那种欢喜、那种喜悦，哎，是有钱买不到的。啊，所以这种东西才哪里才可以找得到？哎，研究经典，哎，听华语的滋润，听讲师的一个分享，哎，听前辈者那个什么开示啊，哦，哎，你真正的把它做出来了，哦，所以你看我们度人是不是你会觉得很喜悦？就是这样子啊，哦，然后可甚至你去成全一场的时候，哇，大家都是非常的肯定你，而且呢，大家说到你的宣导的时候，大家更精进了。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喜悦啊？就是这样子啊，啊，像我们昨天又去访道了，
啊，然后那个道亲啊看到我们去啊，就非常的什么啊，哎，非常高兴啊，啊，我们看到他很高兴啊，哎，就跟他开玩笑，哎，哎，他说哇，哎，那一次你怎么没有来啊？因为上一有一次啊跟他约好了啊，结果呢就是临时有事情就取消了，好，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哎，因为我们怕你哈，不欢迎我们来呀，所以我们就不敢来的啦。哦，啊，他说哪里会呢？哦，用爹来请嘛，请别来哈。哦，啊，所以呢，我们去啊，他们就很高兴。好，啊，所以你看彼此的交谈，听到他们的这个心声啊，哎呀，给他们一些什么哦，心灵上的提升的一个话语啊。哦，所以他们听得也是很高兴，而我们自己呢，觉得也是很高兴啊。哦，因为我们要去找他们，都要开一点钟的车子啊，哦，所以他们也非常的感恩啊，哦，所以真正的极乐是我们内心当中呢，怎样真正提升到某个点，那个叫做极乐，而不是说我们百岁之后才要去取极乐世界啊，不是啊，我们在世的时候，你的生活圈、你的生活起居、我们的各方面呢，行住坐卧当中啊，都是已经达到哇，你心中抱持的那种喜悦无穷。法喜充满，法音流转，那种达到极乐的一个境界的，说从内心里面喜悦出来的，这样子你的笑，哎，才不会落于说怎样，哎，那样，哎，脸笑若不笑啊，这样就很奇怪了。好，所以我们真正的喜悦是从内心里面感悟出来的。好啊，所以呢，在道中常讲说怎么样，高兴了就是什么了厌，不高兴呢就是收厌。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来佛堂布施来了愿，这个都很好，哎，可是呢往往有一些害群之马，边做呢就边埋怨，边做呢就变怎样怨天尤人了，这样子不太好，这个就是一种受业的呢。哦，如果我们今天来不管做什么事情，打扫地板的也好啊，哎，来了愿的也好啊，打扫厨房也好，各方面都好，可是你做起来高高兴兴的，哇，怎样喜悦无穷的，这个就是真正在了愿的。好，哦，是尊老大人更厉害啊，他说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只要抱着欢喜心，那个就是在修道的，就是这样。哎，你在公司也一样，在家庭也一样，在社会国家在道场通通一样，只要抱持的喜悦的心，那个就是在了愿，就是在行功的。好，哦，好，他说当今社会啊，我们人的身心呢都非常的紧张，哎，非常的什么压迫感，非常的忧愁，所以用欲什么欲卦的什么欲业来医治，所以叫我们要笑口常开啊，用开心与笑脸呢来怎样照临大家。好啊，所以欲卦就是可以真正让我们达到那种喜悦，哎，笑口常开啊。啊，一个正常的家庭要有怎样四种声音，这四种。第一个要有欢喜的声音，哎，笑谈的声音啊，就是笑声啊，啊，所以呢，不管有小孩子没有小孩子，啊，还是说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妻儿、跟我们老伴啊，哎，往往有时候幽默一点呐，啊，真的呢，哎，因为我们男生啊，往往都是太直了，啊，太刚硬了，啊，不喜欢讲一些是是非非，所以往往也一些呢幽默都没有。啊，所以就没有这一些笑声出来了，所以往往一个幽默呢就可以怎样把一件事情很尴尬的事情呢一刃而解，哎，所以幽默也是很重要的。啊，还有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就读经的声音。所以我们现在正推广的儿童读经，啊，所以不要说往那老是叫小朋友读经而已，我们也陪小孩子来读经，啊，我们来鼓励我们家长来读经，大家怎样和乐融融的都来读经，所以每天只要家庭有读经声啊，你看这个家庭会就显出的一个什么很有水准，很有气息，哦，而且我们家庭的磁场会慢慢的改变过来的。好，哦，还有什么声音？哎，唱圣歌的声音呢，啊？哎，所以我们有空的时候呢，往往弹弹琴呐，啊，哎，啊怎样啊，弹弹吉他。啊，然后上唱我们怎样啊？师尊老大人所帮我们谱的曲子，这样子想唱一唱啊，你的心情呢会是非常的喜悦呀，啊，哦，啊，所以像后水的太太哈，哦，她怎样？哎，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弹电子琴，啊，隔壁刚好有一个什么做什么花卉的哈，哦，哇，太忙了，忙得不得了啊，哦，像那个端午节到了哈，哦，他。
他接的订单哦，可能是怎么样？他那个粽子是一串一串的嘛，哈，就刮就刮，哎，啊，然后呢，他现在已经接收到订单100多怎么样？哎，就霸王刮呢，哦，他不知道怎么做出来，他也不知道，啊，反正做，一直做，做到那个手都弯掉，还在做，很可怜的，哦，啊，所以有一次呢，他以前有一次啊，他刚好是闲着，然后就过来我们哎这一间。啊，刚好我们太太后水太太就在那弹琴啊，啊，他弹的都是师尊老大人哈、啊、所谱的一个歌词，哦啊，都是台语的。然后那个人呢，就拿起来就唱了，哦，因为他是流行歌曲给怎样改的嘛，哦啊，他一唱下去啊，触动他的一个心灵啊，然后呢，他的眼泪都掉下来了。那一句话是什么？人生苦啊，苦无限啊！太太听到这一句话唱出来的时候说，啊，太苦了，太苦了，太苦了！我钱赚这么多，啊，要做什么？啊、哦，而且现在要放也放不下，啊、哦，说不要做也不行，反正客人就不放他走了，哦，所以你看，生意做得太好也是很麻烦的，所以还是重结最好了，哈、哦。好，啊，难道有什么沟通的一个声音？哎，不管上跟下啊，老跟少，往往我们都要怎样真正有沟通的声音啊？什么事情哈、啊，平心静气的坐下来，好沟通一番，什么问题都可以呢啊，可以迎刃而解。再来，前辈者的工作啊，了愿的喜悦心。所以你看，我们在道场都可以看到，我们前贤呢很多很多，他们都很愿意来付出的，像墨水的道场啊。哦、如果中心单位人啊，一开班都是700多个人，800多个人，哎，啊，哦，那个厨房啊、哦，或者一次去看啊、哦，很好奇就故意去看，哎，到这样厨房就100多个前线在那帮忙啊，为什么那么多？据说要包1000多个便当啊，哇，所以那一票的人就在那里，啊，可是呢，看他们的怎样，哎，心情呢，大家真的都太喜悦了，太高兴了。哦啊，所以这个就是前辈子哈、哦，前贤他们啊，哎，真正用心在道中布施的，得到的喜悦的心，包括我们的冬令营啊，服务的人员的心境啊，哎，所以你看，好、哦，我们随届的，哎，你看他们的付出啊，牺牲奉献呢、啊，可能他们办一次营队，哎，前筹、一筹、二筹、三筹，甚至呢要怎样，经过好几次的讨论之后，形成一个营队出来。好、哦、啊，可是呢，工作人员呢无怨无悔的，哎，还有一次呢，或者看到他们的付出啊，真的呢，有时候都会让人感动。啊、哦，那个什么活动组的，为了跳一首歌而已哦，就是那一次的迎歌啊，为了跳一首歌哦，然后他们要把它呈现的最怎样真善哎那最善最美的，哎，原没有瑕疵的一个什么舞蹈出来，结果第一天的时候，人家都休息了。他们还不休息，一直排演，一直练，一直排演，一直练，练到怎样？晚上3点了，卧水睡了一个大觉起来，哎，还有声音，就是他们在练舞。啊，卧水说我们6点要起来，现在已经3点了，应该可以休息了。哎，他们说不行，还不够熟悉。哦，所以卧水就跟他讲说，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啊。不然呢，你现在都不睡的话。哎，如果怎样当下出锤 啊，那就更麻烦、哦、啊！所以呢，真的他们付出无怨无悔，那种得到的喜悦呀、啊，真的太高兴了。离别的喜悦，所以我们每一次营队啊要离别，我们都会什么候别啊？啊，就是工作人员排得有长长的，然后谁也一个一个呢，怎样跟他们握手回去啊？哎，握手一道别啊，哇、哦，那种感觉哦，真的很棒哦，好像依依不舍。相处了2-3天，可是还好像好久好久的什么好友了，哦，甚至有的人拥抱，有的人呢抱得痛哭流涕呀、啊，哦，啊，那种的喜悦，哎，怎样啊，高兴到怎样掉下眼泪来，哦，所以大家依依不舍，大家还说怎样，明年一定要再来，明年怎样相见在明年呐、啊，哦啊，所以呢，这个在我们道中都可以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啊，啊、哦，还有一种感人的喜悦呀、啊。所以我们人呢，一个人才只要抱着的感恩，哎，你那种喜悦感就跑出来了，哎啊，所以你看我们到处去了愿，到处去行功，那种的快啊怎样快乐是怎样10万块、100万、1000万买不到的，哎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前贤呢都喜欢在道中来牺牲奉献，其实他们得到的比赚钱更重要，好、哦、啊，这个就是怎样喜悦了。
好，它还有玉皇，好，所以这个玉呢跟这个玉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要怎样玉皇，所以要未雨绸缪啊。所以前面有什么水龙头啊，不是像现在要水就 close 一打开就一大堆了，以前没有，可是呢他们要怎样未雨绸缪，就是说口还没渴的时候你要怎样，要赶快挖井啊，井把挖好的时候你要取水才有嘛，你要喝水才有嘛，你不要说等到你口渴了你再挖井，已经太晚了啊。哦，像我们现在梅雨季节，我们也是要怎样未雨绸缪啊，啊，水沟要把它清好，哎，啊，我们那个什么呀，房子要把它打理好，哎，包括台风要来的时之前呢，我们把怎么样窗户啊、门窗都把它牢固好，这个都是未雨绸缪，哎，包括我们道中讲的，现在已经三期末节了，三朝普渡了，我们要赶快来进修，哎，赶快来行功了愿。不然呢，三灾八难来的时候啊，那个都来，哎，为时已晚呐、啊。所以要赶快来，才能真正达到未雨绸缪。好啊啊，三期末节呢，就是这个时候了。哎啊，我们呢，老母娘啊，明明上天他就跟我们讲说，天运反转莫三秋啊，三灾八难呢遍地流啊，九九浩劫呢谁能偷啊？旧事为凭一贯中。好、哦，所以我们这一段在道中呢，常常有人在讲，真的这个天时应运呢、啊，就是在这里了。所以已经转到什么青阳期，转到红阳期，转到现在的白阳期，叫做末三秋。为什么他还讲一个末？末就是最后一次了啦，再来就没有机会了。啊，秋天呢？秋天是收沙的时候了，也就是说，目前在怎样成就鲜活的这一期是最多的，哎。如果这一期还没有赶上这一班车的话，再来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哎，要再等多久？129600年。好、哦、啊，所以叫做末三秋。好、哦、啊，所以时运就是一直这样转呐、啊。所以你看时运过了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你看看以前的总统是不是李登辉总统？哎，再来是不是陈水扁总统？现在他们两位的章有没有效果呢？没有效果了。现在要马英九盖上去才有效果啊。这就是这样子啊，好啊，所以你看，现在就是真正的白羊运运了，所以叫末三秋。所以未来的世界有三灾八难啊，遍地流啊。哦，所以你看，以前前辈子讲这个，我们都还怎样打一个问号。可是慢慢的发生地震呐、啊，哦，不管是921大地震呐、啊、91攻击事件呐、啊、南亚大地震呐、啊、目前的四川大地震呐、啊，哦，还有什么呀？哎，缅甸那边的一个什么风灾、水灾呀、啊，哇、啊，真的，我们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啊，以前我们在道中不是常常讲，听一个前辈子讲一个故事吗？哎，叫做灰来轰啊，说济公活佛的当时在中国大陆呢，哎，怎样？他要哎叫救一村的人呐、啊，然后呢，去怎么背一个新娘出来，全村的人都把他救怎么样追出来了。啊，他为了要救整村的人，就用这一补功夫，所以突然间有一个灰来翁就把整村压垮了，哎，啊，所以你看当时我们在听这个旱垢啊，对不对？哦，哪有那个石头那么大，可以把整个村庄都压倒了？可是你看现在却有了哦，哎，你看那个山啊，都会移山倒海，那个山都走了十几公里呢。哎，整个怎样都变成什么啊？哎，平地了呢？好、哦、啊，所以你看三灾八难越来越严重，哦、啊，所以狮子老大呢也有一次呢啊透露了，他说南亚大地震啊死掉了30几万人口啊，这个还小 case 的而已哦。哎，他说未来还有中的，比这个是什么呀大上10倍的，啊，中的之后还有大的，到底有多大？比中的大的10倍的，哇！你看看，真的是世界末日来临啊！哦啊，所以呢，啊，上帝，哎，这个明明上帝耶，老母娘还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有道来降世，来度化我们有缘人？所以我们要赶快啊，我们快马加鞭呐、啊！啊、哦，所以不能懈怠的。所以他说九九浩劫谁能脱啊？哦，所以未来的劫数太多太多了。谁能来脱离啊脱离这个苦海呢？哎，所以他说救世为凭一贯周啊，所以呢我们哎贯道啊就是应时应运来度化全这样地球村的人，哎啊，所以你看这是老母娘的指令啊，哦，所以你看我们在短短的哎五六十年
就可以把道传到88个国家。哎，这个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天运时运的话，不可能的事情呢。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三灾八难要来了，九种浩劫呢，真正的哎怎样啊，离我们不远呐。啊，所以我们真正的要恐惧修行，要赶快来搭帮自道，要来付出怎样？哎，带来啊帮忙的，我们是老大人来伴随是三朝普渡啊，这样子呢才对得起我们天恩师德啊。啊，就好像怎么样？冬天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所以呢，我们点完是讲一句很好，他说这个道啊，其实不用讲的，可是现在就是要紧急要赶快救人。往往呢，人道也都不用讲了，反正赶快渡他来求道就对了。哦，啊，他说这个道哦，就怎样很妙、很自然的，到底有多自然？就好像冬天到了，要不要人家说你赶快加一件衣服？不用了，你会觉得哇好冷哦，自己就拿衣服来穿了嘛，对不对？啊，你会觉得很热的时候，夏天到了，你自然哎怎样，偶然的你就怎样啊，会少几件衣服嘛。哦，所以他说道就是这么自然。哎，到最后呢，如果还没有求道的人，天灾八难都已经来的时候，你才要求道，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求，但还不知道啊。好啊，所以那时候没有求的，你还那时候还真正的通通要来求啊入门之法啊，可是那时候就比较晚了啊，所以我们呢要怎样先机而发，随机设等这种怎么样聪明睿智，哎，先知先觉啊。啊，贤人呢，他是见机而做，看到人在修了，看到圣人在成就了，他也要做。哎，这个也怎样啊，挺不错。最糟糕就失机而回啊，渔夫呢失机而回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不知不觉的啊。啊，所以呢，真正修道是真正的聪明睿智的人在修的哈。好，他说预防呢重于治疗啊，所以身体来讲，真的我们要真正的，不要说等到了我已经有糖尿病了。我已经高血压了，我已经有痛风了，我已经哪里不舒服了，才要来治疗，那个都很麻烦。所以那怎么办？平常就要预防嘛。啊，如果预防吃清淡一点，最好是青果如顺，那是最棒的啦。啊，最好怎样？哎，白米不要吃，不要要吃什么？因为白米淀粉而已啊，没什么营养啊。吃五谷的，哎，五谷米，吃什么啊？怎样？照明，这个都很好。像我们那边一个客人哈，因为我们做早餐，现在都推广五谷粥、五谷饭团、五谷粽，哎，都是五谷系列的，啊，有客人呢就跟我们反映啊，一个呢，哎，怎样，一个欧巴桑哈，他每天就叫我哎做两个什么饭团哎拿给他，每天早上都吃哦，哎，到现在已经吃好几个月都没有怎样休息呀，啊，或者有一次就很好奇说，啊，你假都没鲜。哎，他说不会啊，啊，哦，他说其实不是我喜欢吃啊，是我吃这个之后哈，哦，我的那个什么啊，我那个糖分就控制吃了，就完全不用吃药了，哎，就是这么妙哦，所以那个叫做预防嘛，所以说我们在饮食当中，你只来摄取对你有利的，这个是预防啊，不要再吃很多很多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去了啊，这样子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啊。不然到时候哈，到了医院呐，医生叫你说，哎，躺你就躺，大家叫你说开刀你就要开刀，叫你要抽血就抽血，叫你做什么样，你乖乖要听人的，你没有主宰权了啊。那时候真的哈，哎，任人宰割了哈。好，第四预日，哎，这个预卦它是一个预，还有一个象组合起来的，预就是什么语啊，就是我的意思啊，也是道的意思，也是上帝的意思。好，所以颜渊呢才讲一句话：“尧何人也呀？禹何人也呀？有为者欲肉食。”好，所以他也说真正的一种开悟了。所以呢，是以前颜渊呢，哎，跟孔老子他们也是这样子啊，孝啊圣贤呐，所以他们孝啊什么人？尧帝、禹帝、舜帝嘛，三观大帝呀，啊。好，所以呢，颜回也是说，哇，一直在追问说，尧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难道我可以吗？哎，我可以来跟他们一样这样子成就圣人吗？哦，最后他真正开悟了，所以他说怎么样？有为者必做事啊，只要我们真正的付出来随孝啊圣贤啊，他们可以成就，同等的我们也可以成就。所以观世音菩萨才跟我们讲啊，哎，有没有仙佛本是凡人众嘛，只怕凡人行不坚嘛，人人皆有佛性啊，
人人皆可成佛，这个仙佛跟我们讲的绝对错不了。好，好，啊，佛陀呢跟我们讲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跟老子讲这句话是同等的一个诀窍。他说什么？天上天下唯道独尊，两句话都一样，可是是差的一个字，一个字是我，一个是道，是不是？所以讲过来，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哎，你就是佛，佛就是你，不用怀疑的。所以呢，你看历代圣人呐、啊，历代仙佛都是这样子的讲。好啊，所以不管是你信哪一个宗教，不管我们是怎样研究什么经典，其实它的义理都是一理通而万里彻的。好啊，这个相呢，什么样形象加想象，越看越像。哎啊，你慢慢修变成前相的，就好像说哇，你慢慢修，哦，人家看到你说哇，你这个人怎样有那个法相出来了，哎，这个有那个什么，有那个讲师的相出来的。有点团是那个德性出来的，哦，像慈济功德会啊，你只要看到他们穿那一套衣服啊，哎，你就说这个是慈济功德会的，哦，都是那个什么全相法相的，好，哦，啊，然后呢还没达到全相的时候就是半相嘛，哎，哦，所以看到你的时候，哎，有点像是什么清火如素的人，哎，啊，有一点像什么读书的人，有一点像什么半仙的，这个叫半相嘛，哦，可是到最后呢，不管你是全相好，半相要通通要少相，不要执着这个相。或许老师讲一句最怎样最简单也是最切实的，他说我们研究经典的人呢，研究易经的人呢，你要让人家完全不知道你在研究易经，这个就是你的高超了。看我懂，我们出去都说我在读易经哦，哎呀我很厉害哦，哎，我会卜运算卦，哎，啊，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如果你还真正的到最后都少相的人，易经都不要执着的，这个就是你的境界更高一层楼了。好啊，所以你看，我们要学习像什么？像观世菩萨他那种什么微相，哎，像弥勒祖师的开怀大笑，哎，不然也像我们济公活佛的傻笑吧，哈，哦，对不对？哎，啊，所以呢，笑开天下古今愁了，哈，哦。好，它跟业气呢有莫大的关系。为什么？正为木，正卦，正卦跟虚卦都是为木嘛。所以以前的业气都是用木头做的，用什么木？以前讲过梧桐树，哦，因为凤凰，哦，要梧桐的，它才要才在那边休息，不然的话它就不要休息。好啊，所以以前的什么一些业气都是梧桐树呢来把它做出来的，所以正卦为木，所以它代表做所有业气的一个什么啊开源。好，艮卦为首，所以你看业气做好了，是不是你要用手去弹？好啊，最早的就是五弦琴呐，啊，那个弦呢只有五条而已啊，所以叫五弦琴。好啊，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弹电子琴呐，啊，钢琴什么琴都好，你的脚会不会动？一定会动的，因为你要打拍子啊，是不是？所以脚会动啊，所以呢它会移动之相啊，啊，哎，然后坎为水，然后你弹出来的声音，哇，像什么？看这里有坎卦吗？就好像坎卦的，哇，源源流水，非常的一个清澈，非常的好听。所以当时的什么，哎，俞伯牙他就跟姜子琪啊，哇，两个非常有默契啊，所以一个人听，哇，你现在什么在弹一个什么非常崇高的一个高山，哎啊，你现在变成什么潺潺流水的细水声了，哇，你现在它是什么啊，这样惊呆又浩浩荡的一个什么大海的声音了，哦，所以你看两个人一个弹一个听得出来他，所以两个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知己的，好啊，所以就像这样子啊，所以你看你在弹古筝的时候，哎，要像水这样一个什么柔柔啊，这样子弹出来的声音啊非常的悦耳，可以源源不断的，哦，所以你坎卦为水，坤卦为地，弹出来那种声音妙音啊，哎，事实上非常的柔顺的，而且怎样非常和乐的，所以高低起伏当中啊都弹得非常恰到好处，哎啊，所以你看霍水，哦，以前也是很喜欢音乐啊，因为现在啊比较忙，这个乐器都没办法来把它玩一玩，好啊，后水以前呢就想一个问题，想很久，哎，因为乐谱哦只有哆来咪发嗦拉西七个音而已啊，可是七个音可是为什么可以千变万化，演奏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节奏也不一样，然后什么它的一个音调也不一样，有没有？而且
自古到现在延传源源不断，就七个因呢，啊七是什么？七日来复嘛，哦，所以只要七个因之后，它就可以千变万化了，所以妙哉妙哉啊，好，哦，所以你看七个因符，哎，每个人都同等的都只有七个因符，啊，哦，所以就好像说人只有这个一个身体，你如何来怎样真正的把你的一个人生价观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就好像这七个因符如果去变化，哎，这个七个变化下去可能就成就了很多因缘家，哦，啊也可能呢变成默默无闻，所以这个七个因啊看我们如何来造就它，这个就是什么业理了，哦，啊当时呢是神农氏啊创造五玄禽，哦，第一个人创造这个乐器的就是神农氏，为什么呢？当时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就是要是怎样用乐呢来怎样治怎样禁制淫邪啊，匡正人心啊，所以他第那做出来的就是第一个，他当时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古筝啊，五弦琴就是现在古筝的圆框，好，啊，所以你看那个古筝面是不是圆形的，面圆法天啊，所以以前的圣人做这个都是照这个易经里面的法则来的，所以他的面是圆形的，所以他们以前当中说啊天是圆形的，所以用这样子来代表天啊，他的地也是一个四角形是不是，所以就是方形的，所以他认为地是方形的，所以以前他有一个云荒土就是这样子来啊，好，然后他下面两个孔，哎，目前还有一个大的孔一个小的孔，大的孔叫做龙池，小的孔叫做后池，这个都有它的名称呢，哦，大的孔呢龙池呢它有八寸通八方，哎，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低北刚好是我们易经八卦的八方，哦，后池呢它四寸和四气春夏秋冬，哦，所以你看圣人很厉害啊，哦，啊他的琴呢刚好有三尺六寸，哎，所以合乎一年呢三百六十天呐，啊，哦，啊他的宽呢刚好有六寸，象征了六合东西南北上下刚好是这样子来，前宽后窄代表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理卑高以成贵贱理，好，哦，所以呢他们都是以义理来做这个，好，而且上方下上圆下方为代表天地之象，所以它的弦有五条而已，代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好，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啊？当时的神农氏呢创造出来的，所以一直流传到文王圣人的时代，哦，周朝的时代，文王圣人呢再把它加了两条弦，那时候就改为七弦琴了，所以一条呢是大弦的。为君，一条呢是小弦的为臣，所以君臣之弦就是要把它加上去的，好，慢慢演变演变，我们现在有24条的，有36条的，有没有？哇，一大堆啊！啊，所以如果没有听到这种声音，或者建议大家去看那一部什么《孔子传》，哦，啊，孔子里面就在弹那个噔噔，有没有？噔，这样子，哦，那个叫五弦琴、七弦琴，啊，那时候呢，修道士都是要这样子，音乐要很精通的，所以这个就是通通在壁卦里面产生出来的，哈，哦。啊，你看看他用手演奏的时候，哇，演奏下去啊，下面的人哇，听得怎样，非常的悦耳呀，哎，啊，所以呢，真的，哎，你的课你可以演奏到这种境界啊，哎，你的火候也不错的，哈，哦，啊，各位前行，我们来看他的卦词，一。利剑佛行师，利剑佛，哎，代表什么？为奖赏的意思啊。因为国王要奖赏所有的一个知否，所以就是利剑佛啊。这个是古代的时候，古字啊，天子呢分怎样分封怎样诸否，将以赏有功，哎，奖有德也啊。行师呢是一种什么惩罚？所以这两句话是怎么样？奖赏跟惩罚。啊，所以他说奖赏也好，死亡呢，都要怎样顺乎民心，所以欲的真谛就在以行动来怎样顺民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师之行为赏罚怎样？哎，赏罚要分明，安可以安天下之道，因行师而民苦啊，天下必治，此即欲之大用也。啊，所以呢，易卦就是在这里。哎，所以这个他的啊卦辞，所以最重点就是怎样，要赏也要罚，该罚就罚，该赏就赏，
而且呢，他做出来的都要顺乎民心，这样才合合乎逻辑啊。团结采购欲，哎，刚硬而自行，顺以动欲，欲顺以动，故天地直之，而况建国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自业不过，而事实不特。圣人以顺动，则行法轻而明虎，欲之始矣，大矣哉！好，所以我们看到洪老夫子讲这个哈，讲到最后大矣哉呀，妙哉妙哉呀，都非常的赞叹哈。啊，后续发现每个卦都他有赞叹呢，哎，连那个四大难卦他都赞叹的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哦，所以一个圣人的那种境界啊，那种意境不是我们泛泛之辈可以了解的啊。欲刚硬而自省，顺以动。他说九世一阳呢，为五淫所应的，必为柔所乐从，顺下明之意而动，必能令什么呀？令行如流水，上下多愉悦啊。所以呢，它代表了我们啊，中庸大师跟我们讲说，动而是为天下道，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看这一爻，它只要一动，带领的五音，所以呢，怎样达到的上下都非常的喜悦无穷啊。所以刚代表阳爻，而应字形就是应了五个音的，他们哎，你看立志要来跟从它啊，而且呢是怎样心甘情愿的啊。欲顺以动，故天地直之啊。所以这个里面他说怎样以天地来讲这个的。他说国君啊，若人本此欲的原则，一顺下而动，即天地鬼神也将如其所欲，顺应其行事的。好，所以你看一个国王，哎，他真正的啊达到一个赏罚分明之后呢，哎，真正的来顺乎人民的一个意识，然后呢把这个国家治理非常的好，哎，达到国泰民安。如果可以这样子顺你动的话，连天地通通一样来怎样可以来帮助你的，何况见佛行师乎啊。他说何况是见佛的这些事情，还是行师这一类的这一方面这类人士呢，而有不如意的吗？啊，所以你看连天地都会助你的，哎啊，何况这一些小事而已呢。所以天地以顺动啊，故日夜不过，而事实不特。所以他说天地行动便是顺应自然的，由于天地不违反自然，故日昼见啊，夜夜出啊，彼此不错认，春生夏长，秋杀冬藏，四时的季节不颠倒啊。好，哦，所以你看他这里重点就两个字，叫顺动，顺这个天时而动，顺这个自然而动。所以天地都这样的，鬼神都这样的，何况我们人夫呢？日夜也是一样啊，事实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要顺着现在的天时应运而动，哎，这样子才真正啊跟欲卦可以结成啊非常好的啊。他说人如果没有照天理啊，天就没有照甲子啊，哎，不要令他一样，人啊不叫提力，踢的不叫大忌，真的哦。所以为什么现在结束这么多，就是人没有做事情没有照天理而来的嘛，没有顺而动啊，我们是逆而动啊，所以才导致的什么三灾八难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要顺时而行，顺天而做，这样子呢才真正合乎天之道也。他说圣人以顺动啊，则行法轻而明虎也。他说圣人以顺重而发号施令，好，则赏法便会公平，政治呢便会清廉，而民怎样民心所服也。好，哦，啊，所以他说一代的圣人，他也是效法天地的两个字顺动，啊，哦，所以呢他们行法出来的，达到一个行法非常清澈，好，哦，啊，所以呢啊如何行，如何罚，如何赏，如何鼓励，他们了如指掌。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应运的，哎，要来怎么样治理整个天下，治理整个国家，所以他们用这种方法是最得当的。好，好，欲之始矣，大矣哉呀。所以孔子写到这里呢才赞叹说，哇，易经太好了，运卦太好了，妙不可言呐，啊。啊，所以只要你看到了惊叹号啊，你就发现说孔子又在拍桌子了，又在赞叹了。好，哦，所以他说欲以实行啊，所以易卦呢得到时候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行出来，
就好像说我们到了，到呢，它是运行运，意识运运了，你才可以把它显出来，不然的话没有得识啊，没办法的。好、哦，如果一个人有智的话，智以识大。哎，一个人有立志的时候，你要得到实应呢、啊，不然你的志先没办法把它行远行大的，这是一定的。啊、哦，所以你看很多修道士以前呢、啊，哎，他的志向有多大？哦，所以不要说以前人了、啊，像我们自己的，哎，是就好了。我们小时候可能说，我立志要当总统，哎，到了国中的时候说，哇，总统很辛苦啊，哦，2300万人口只有一个人了、啊，可能没希望啊，不然好了，就当部长就好了。哎，到了高中的时候，哇，部长五院长，哎，啊，有一些部长，哇，高高在上啊，我看也是没办法了，啊、哦。啊，所以呢，哇，啊，高中做什么？啊，我就做人家水长就好了，啊，有没有？哦，慢慢晋升到高，大水出来的时候，毕业之后，哎，你的志向呢，可能又把它收尾了，变成什么？啊，我看还是做家长比较得当啊，哦，对啊，哎，所以我们的那个志向会慢慢萎缩下来，哎，包括我们在高中也是一样啊，以前后水曾经讲过。不是有一个小沙弥吗？跟随在一个神通广大的师父的后面，然后跟他要去化缘，哦，啊，然后呢，他拿着包包，哇、哦，所以小沙弥在后面呢、啊，就立了一个大志愿呐、啊，哦，我一定要来怎样，代天宣化，布天之德，要来广结善缘，要到处讲经说法，啊、哦，度尽所有苍生啊，哦，他那个神通广大的师父一通知到，哦，我这个徒弟啊，怎么，哎，志向这么大，哦，我都还不如他嘞。然后讲，哎，转过来了，来，你的包包给我，你走前面。哎，啊，那个小沙弥，不知道为什么，那师父叫我走前面就走前面嘛。他代表说你的志向比我还要大，所以你有资格走在我的前面。所以师父就拿着包包跟在他后面，然后走，没有多远呐、啊，小沙弥又看到，哎，那个路上不是有坑洞吗？有一个坑洞，又有什么？里面有水，水里面又有好几条那个小鱼呀、啊！啊，因为赶路啊，他也没有说话，师傅停下来，我要救这些小鱼呀、啊！啊，然后他就要哇，就是怎样，有点感伤的，有一点要救他们，又没有力量救他们，所以呢，就继续赶路了。他心里又动了，哎，我连这个小鱼都没办法渡他，都没办法救他，我如何来救苍生呢？哎，这个心念一动之后呢，师傅又感动到了，来。转过来，你到后面去，包包拿着。所以他的志向突然那么大，可是呢，过了一会又那么小。所以你看看，我们人的志向就是常常这样变的，包括我们也是一样啊。立了春，新春宴的时候，好，今年好好计划一下，我要重新再来调整自己的脚步。今年我要度100个，好，到了，哎，现在已经6月份了，啊，怎么连一个都还没度到？我看50个就好了，哈。哎，然后到了10月份，哇、哦，还是一个人没有度到，我看10个人就好了，好、哦。到了，哎，等下过年的时候到了，哎，啊，今年都没有度一个人了，不然好好来忏悔一番呐、啊，好、哦。所以都是我们的志向都往往会改变的，啊，所以志以识大，所以可以呢，应时应运的时候，你的志向才可以宏大的啊，动以时成啊，啊，得到时间的时候，你要付出，你要行动的话，才有机会成功。不然你看看青阳井那时候多少人修道，可是没办法得成功啊。红阳井那时候入深山古洞修道的人有多少啊？不知道嘞，真的多得不得了嘞。可是有没有办法成功？还是没办法成功。所以一定要得到这个三朝普渡的时候，时运恰当的时候再加修，哎，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成就哈、哦。功业以实践呐、啊，所以我们要尽得修业。哎，真正的啊修啊修养德性，这个也是要有来这个时运呢，才可以来建立怎样伪功啊、哦。所以他刚刚讲时运，现在又讲没有得时运，所以非得时运的时候呢，则不得其勇啊。所以智者不能使之明啊，啊、哦，勇者不能使之行啊，仁者不能使之福啊，慈者不能使之爱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呢，即使你很有智慧的。可是你不得时运啊，没办法，哎，你虽然是很有勇气的，可是没有得时运的时候，还是走不出去，哎，道是碰壁，哎，如果你是一个很有仁慈心的时候，你没有得时运的话，你走出去，哎，怎样，没有人啊来扶你啊，
啊啊，所以呢，即使你是一个什么大慈悲者呢，没有得时运呐，真正的我们爱心付出去的，人家还会打个问号，你是不是诈骗集团的？不然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好、啊，所以你看得时运太重要了。所以预知时运大理财呀、啊，就是这个得时运哈。好啊，因为我们呢也时间也刚好到了啊，大象子呢，等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再来怎样来互相研究啊，请各位贤姐呢来稍作休息，待会我们继续感恩慈悲，谢谢。